做什么？小鸟。我看一下，哪一只是小鸟？这两只。哦。哇，好棒哦！你的色彩好丰富哦。没有。那晨晨呢？晨晨，你做什么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哦。什么话？我想吃你的糖果。走吧。封存这封存的蟹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看到这个水泥就结晶成这样子，然后他给他接下一个，这叫做葡萄牙纹，结果结晶也是这样子，然后接下一个芬兰纹，哇，结晶也是更漂亮一点。你会发现，只要是戏剧，它有这四小时、七八小时，一次进去，哎，上课很听话、很懂事，要教员工马上就来。可是会有副作用，很多家长会心疼，因为吃了之后小孩子会。现在，请你想象一下，完成一件目标兴奋的感觉是什么？因为你大脑里面哦，精神饱满，很有行动力，想要去做很多事情。因为你刚刚让你的潜意识累积很多正面能量，可是你这样做一做，它的能量越来越强，你就会每天像我们一样神经。发展的顺序就是这样，所以不要觉得为什么他都觉得朋友讲的是对的，所以你要开始学他，他的朋友他就很喜欢，这是重点，了解了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用这个本事哦，下面上面最大拇指念作大，鼻不发音 ，F 嘴巴闭住，大，好，对，大 ，OK， 好。爱山脉，中央山脉，雪山脉，玉山山脉跟爱山山脉。好，给他第一次。